版的有英文哦。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《世界雷电》。这算中，这是什么？哎，就给上来，就给上来，难得呢，这啥新闻都讲。全台唯一一个，唯一一个养殖成功，这个叫珊瑚斑。一般我们紫斑有没有品种不一样，它的花色也要不一样。哎，它点了一叠吧。很香哎，我觉得很像我在法国喝过那种冷汤。说到夏天，正是直奔南台湾、投入大海怀抱的最佳时机。这次我跟着好朋友上河，来到全台最最最南端的屏东，跟着在地友人的脚步，体验最不一样的海味旅行。英哥，英哥，在前面。英哥，哎，你要来了，哎，一定要来，上一次就想说一定要再来，这次我带了我朋友了。哎，都来吃开，拢吃开，拢吃开，拢吃开了。啊，我们等一下去到公海，然后经营的。对，米家嘛。哎，对，我修光米家，应该不会太麻烦了。他尖尖的，他尖尖。行吧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是做你上一次那个，还是做？不，升级。升级了。我们上一次有赚钱。哦。升级。这么快？游艇。很快。是游艇。哇塞。一抓的。贵呀吧。今天哦。贵呀吧。你在嘛哈？你在喝。我在吗？公海。管来我在。我买。我这台。哎呦。是哦。哎呦，这次是有动力的喽。有。上次没有动力。上次是30码，现在是90码。哦。哇，进步3倍。你不用担心啊，它可以上来，它不会沉。来了 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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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之前有来过大鹏吗？完全没有。哦，英哥卖什么嘛？这高涨的哦。对。谁包菜啊？阿杰啊。今天买谁包？哎，倒车入。哦，小心哦。我英哥把船当那个头文字 D 开了。甩尾。一直看到人家穿这样子，藤原拓一，听起来像某种激情片的。谁哦？想先收获，就要先怎么栽，在海上这个道理同样适用。想吃最新鲜的海味，当然自己钓最有成就感。这是那个石目鱼哦，这三把鱼。哎，对了，三把鱼，小尾的。啊，你一勾勾这么大、喔，这是要钓啥？钓鳗鱼来绑好吗？这边钓鳗鱼。对。这边有鳗鱼。有。野生的吗？对。大鹏湾有鳗鱼哦、喔，大鹏湾有鳗鱼。鳗鱼最多。最多。竟然说最多。那你们可以向人家捕鳗苗，或是弄那个什么？放棍啊，对，不一样，不一样吗？是鳗鳗、那個、的品种不一样吗？管子啊，对啊，用管子，它晚上比较长，管子没有用。哦，管比较长，就你讲的是鳗还是讲的是蛇？2公尺的鳗鱼，从头到尾巴就超过2公尺，这么大，长小的，小的啦。
你讲的是白蛇精吧？白蛇青蛇吧？超过两米，太扯了吧？常见还是偶尔？不是偶尔，今天有。今天啊，假啊！英哥，你每天有被抓你安尼？今天有，如果你今天来就天天有。你等下等回调嘛？你说路上的那个？对对对对对，那个电线杆那个。电线杆。加能。两个，我两个嘛，我一百七啊，嗯，一百七。两个你，两个我，340公分，二十斤，三米，身高3.5米。啊，你钓到迄第一刀，钓到迄个，惊呀，对啊，唔够恐怖啊，你滚起来就一只球安尼，一只咧。而且那力量很大，那跟蟒蛇一样了。对，鳗鱼精，那你是炸断起来。而且还有毒，这有毒。你是那边安怎啦？伊的毒是神经毒啦。哦。神经毒还袂安怎？神经毒最上危险的。对啊。我就说，你我就说你。我讲神经毒就是黄鱼、噶狮子鱼，啊不就是金钱鱼、透头啊、鸟尾啊这种的，这都是最危险的啦。对我来讲是还好。狮子鱼呢？免疫啦，我们会免疫啦。全球最危险的鱼种之一耶。我说英哥，你讲的是鳗鱼还是海怪啊？不但体型巨大，又有剧毒。嗯，感情真会好估计，无要紧，待会来拉拉看，便知分晓。有，对，那个水在动。我有点紧张。拉拉跑对不对？对啊。而且它其实在往后重往外扯，对，把线往外拉的。而且戴手套其实也会滑掉。但你如果刚才用手的话，它就会割到。对。哎呀呀！再卷再卷，其实蛮重，还是往回扯。基本上这种东西，看除了看老天、看大自然啊，再来就看人。啊？你说看拉的人？对，不然呢？哦，你怕？我被人家讲很多年，终于轮到我这边。或许吧。每次钓鱼，每次都这样说啊，小刚看人品啊。人命好不好就看这一道了。哇，这么长啊！可以吗？可以。哦，大哥有在帮你开，稍微开船，往前一点这样。哦，先掉，坐快点。哎，没动。哎，英哥也在过开班呢。这都是昨天放的吧？对。乌吗？乌啦。对，它往旁边拉。好重哦，2公尺是吧？黑吗？左边的。啊，有。哎呀呀呀呀！你是鱼啊？是啊。左边。啊，无啦，伊高钓的啥？高钓的，不是啊。高钓准。哦。多到绳子呀。这是什么？哎！跳开！这是那个牛仔贝哦。有脚。哎，马蹄哥。但这个我在外面也没有看过。难得呢。最后加呢。哎，前天。哎，牛奶贝啊。牛奶贝。牛奶，哎叫骨骼憨嘛。牛角贝。叫沙西米给你讲。哎。我等下等下要用沙西米给你讲。拍谁啦？一时心急，结果的哥倒菜刀。哦，他跟马蹄哥牛奶贝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牛角贝也俗称江鳐或玉鳐，是生活在潮间带的一种贝类。好，来，有没有有钩子吗？还是直接用手的？我的面前了吗？好，可以钓啊！拉起啊！就一直拉是？对。看住啊，别看。小刚，你个破过来，线个破过来。把我摆啊，摆到这。啊。我扫一下，就会扫一下。啊，因为卷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它卷在一起。伊吞落啊，伊感觉有着钩啊，伊就开始卷起来。啊，用身躯个，无用身躯的力解钩啊拔出来。这就是毛嘛。这应该就是。你看伊，你鼻啊，佮有毛味。无啦，讲笑的啦。好啊，安尼啦。下面来，你。我肯拿蛋。哎，有东西，感觉有东西在往外拉哎，刚才有。那你等一下吼，拉起来吼，直接往这里面甩啊，安然哦，而且刚才往外拉，等一下，他刚才往外拉，对，又
手会滑。哦，有，这里哦，阿阳哥小心，这个先拿上来往那边，那边撩蛋掉了。等一下，可以，难怪我想说他怎么一直往外滑。快点，他会跑掉。哼，哇，正在卷。这怎么样？等一下，我把它拉起来后放笼子里。等一下。哇，不想这样吗？对，来，前哦，你可以过来。前。这四尾，我给你看。四尾。好，起立。我来，脱钩。你退，我来。等一下，没关系。麦金丢哦。爱莲。哦，好痛哦。是。你看他的牙齿。一直咬你。刚丢啊。一直抖起来。嘿，而且他牙齿超利的。对啊。你快点出去。很像罗马的那种。快点出去。好凶哦。对，夹掉。你给我抖掉，你。马亏，因为它会直接这样扯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一步就跳五在楼，你看。哇，这个算这一步呀。好，先放。哇啊！哦，有没有怎么样？说我们这样？不，嘎贝贵，这这一步。哦，它牙齿还没有咬不进去，没有受伤哦。没了，不安暖了。哇，可是。你看手个底。哦。它那个大的有可能就有啦，你看了这。老黑。你这是？这鸟啊，该啦。你洗干嘛呢？加卯牛，你不要打我牛。好，我给你加卯牛。来，进来。你不要为了面子说没有。我先滚。这个什么了？等一下。他们的生命力也是很强。很强韧，他们就是因为生命力够强韧。而且很凶啊！你看那个牙齿。对啊，细尖的那种。对，然后是有这样勾进来的。那这个背鳍这个颜色，然后这个上面这么粗，它的皮肤颜色跟土龙更不一样。它这应该。是要查过才知道它的学名。对啊，以赛来讲，这个太小，对不对？那小朋友，那你们这样钓到，你们是会放回去还是带回去养？太小就不会带回去了。不会带回去，还是让它在里面长。不可以吃，可以吃了，但是起伤多了。哦，嘛不好吃啊，麻烦呐，这种我拢差不多爱较大颗的。这个我们把它放回去，这个放生，等它大一点再来找。对啊，让它回去多养肥一点。我们那这个留着。这个接老，接老，这。不简单，鬼在钓钓的。再倒下去就好了吧。但我有点紧张，小心哦。好，我轻轻的。头要 hold 住。好。其实越轻抓，哎呦，也尬掉。真的。哎，它比之前那个土龙跟那个鳗鱼还要难抓。我已经轻轻 hold 着，它卷的力道。抖起来。也套圈圈的，还抖起来。啊，算了。倒了。不用倒了。原本想抓起来。你拿来老了。啊，蓝仔要留，去吧，好了，游走了，马上。听英哥说，这种鳗鱼学名叫做紫裸凶扇，当地人则称其为庞恰兽。看看他在英哥手上翻搅的劲道，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号了。这个是英哥什么时候抓到？昨天抓到，昨晚钓到。我跟你讲，不要说我们刚才那边偷懒骗你哦，英哥昨晚抓到了，可以抓起来吧？可以，这已经，拜拜。哇，超大！它这个这么大，应该照理说更容易脱钩。中啊，没有大啦，就中。这还没有大，不要一直这样说大啦。不要说大，哦，男人不喜欢说别人大。对，低调啦。你干嘛拉裤子？你管我管。这算中，比人高呢。对啊，这真的有两米耶，这真的有两米。我要拉全拉直的话。我要加椅子上去才行。180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，200，差不多爱几年才，至少爱几年才。你差不多2-3年。2-3年就安尼。但是大量啊，大部分是大量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啦，真的啦。这敢好食？好食。算一个大量。奇怪啊，好食哪会拢无人？那么落来，太少啊。不是，这量太多。你看这钓一尾，才吃一个白。对啊，你无够钓。好了，那这个我们等一下要怎么处理？知道怎么料理？我们先炖汤，它胶质比较多。你看看小的那个牙齿跟现在大的这个牙齿，有没有？嗯，这个力度就差很多。对，一定要用歪啊啦，啊不然也去地也干，就干了。哦，因为它太硬了。这个是歪啊，钢线。钢线，对，才不会，不然会断掉。然后牙齿有多利？对啊。然后它这个，你看加了喝啊，要不要等你啊？哇。哦，这都被他牙齿磨的。我爹讲开花就是灰灰，呱呱呱呱，准备在等你啊，准备在等你。啊，这条线本来足光滑，变
对那那位的是一六位。力量真的很大。我们碰到那位小的、啊，卷起来那个力道，我就已经觉得很恐怖了。对，因为而且他一直回头在那边要咬你。对啊，你就会你会吓到，你真的会怕。我没有办法想象这一只还活着，它会多恐怖。好，这样打，直接咬你头。大只哎、欸，但你看它头了，丢咩？好好，你丢咩？丢咩？丢咩？我看起来就大只哎。你看它头的形状啊、嗯，跟一般我们看的那个罗摩啊、鲁曼的。就又有点像一个亲戚的关系，但是又不太一样。你来看哦，那腮边边也不一样。你讲你只只十斤嘛，嗯，二十斤的就是多一倍嘛。对，头搁较大，比你讲的愈恐怖。你有看过？有，我们这都二十。啊，你嘛是头安尼夹？先无先起来，啊先等，要先切。对，那个二十，那个你这样抓，他就把你全身绑起来，你就变。对啊，是要挣脱啦，也挣脱，但是你要先封，先剁落去啊，头先封起来。这只加就是肉筋，这大只加就是肉拢起起来。神经毒，我咧讲个神经毒。对。英哥不愧是真正的偷海党呢，想吃什么特别的海味，找他准没错。身兼大厨的他，更能依据不同食材的特性，展现最具特色的吃法和滋味。那这把哇高，好，你看它的那个油脂。这边、哦、嗯，旁边的、那個、对啊，哎、欸，脂肪很厉害，你的皮较高啦，因为胶质较多，因为野生的哦，你看它这个肉质、嗯，大家比我想象中的油哦，油，嘿嘿，肉较油，肉较油，因为有些它这么厚的，它已经很粗，扎哎，控盖骨也较 Q， 较顶啦，哦，这差不多控偌久啊？你这免控盖骨啊，差不多半点钟、一点钟，啊，那个有啊，嗯，啊，你种成白种膜就是爱控两点钟，哦，太烂，是这种。慢的，也特性，也特性。肉，因为你看我们刚才抓它的时候，肉很 Q 哎，对啊，很扎实，很扎实啊，它比较硬啊。哎呀，但是这看起来无这硬。嘿啊，啊这嘞，你等下你就知影，等下直接吃沙西米就好。哎呦，沙西米，哎呦，哎，我吃过很多次这个，我还没吃过它沙西米。我从来没有吃过的，你我们刚拉上来的时候，我还傻眼，想那什么垃圾，什么垃圾。我给你现在搞点粪扫了，这个很好吃呢，想不到啊，而且这个很贵，在外面很少见的。对啊，完全没有看过。你看短过也起，分布也较宽，嘿，所以讲它比人家还轻，它合成，就不会那个小刺一堆嘛。哇，这个皮，哦 ，Q 弹的，对啊，那个肉很软，嗯，好绵哦，对啊，豆腐的感觉。奇怪，它不是野生的吗？对啊，它为什么它的肉只是绵的？我以为它那么有力，这么运动，应该不是中国的海鲜，拢是冰的啊。因为你若这尾有可能是较硬，因为还袂成熟嘛。袂开啊，袂开啊。袂开啊。肉很厚，有点像北极贝它那个软，还是那个。它这个红红沙的软，还是它的筋囊？就亲像迄个蛋菜同款样子。嗯。公母公母。期待到底什么味道？多好两块。哇，感谢。它这黑黑的不是脏东西哦，不是泥巴哦，不是哦，那应该是它的内脏吧？嗯，内脏。比较酱哦，嗯，比较酱。找到高，找到高。嗯，哦，较 Q 哦，较甜哦。有甜哦，嗯，有无？那较甜啊，较甜，很猛哦，很猛。就你看起来感觉你会觉得啊，好像一坨糊糊的啊，对，然后没有，就是因为肉是脆的，也有点干贝，而且你看这样咬。你有咬到任何一颗沙子？没有啊，一颗沙子都没有。它没有沙，而且干贝又有一点点口感在，对啊，弹弹的，然后那个甜味真的很凶哎。屏东海味果然是卧虎藏龙，鲜甜滋味更是让人回味无穷。而且不止野生的海鲜特殊，竟然还有人在这里成功养出了全台唯一的石斑品种哦。今天来带你认识我们的低等的老朋友啊，非常厉害。基本上啊，你在台湾海钓界，你讲说，我养姐朋友啦，他们就马上跪下来。这样跟他讨论的。真的啦，我跟你讲，低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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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哦，大家不是低调，不是，我们就是现场开直播，怎么抓啊，怎么上船，然后下船，然后到直接到渔场。都有直播，都是在全部让，就是不会是正面对决啦，不是，没有啊，那了，我们在纯自己企业公民，没有，台湾冷的啦，对呀，台湾冷的。那今天杨姐开那么大车来干嘛？
今天带着我们的鱼车来抓全台唯一一捆，全台湾唯一，咱的一捆，目前全台湾唯一一个养殖成功，这个叫珊瑚斑。为什么全台湾只有这一次？因为它的。其实它的环境很重要，然后这款的物件来讲，其实 有人要养，但是基本上养成率很差，几乎拍齐，拍齐全军覆没。珊瑚斑我真的没听过，珊瑚斑对很稀少，在台湾很稀少，客人的觉得观感跟吃起来是相当鹅肉。哦，像什么？鹅肉？鹅肉是鹅肉，我还是鹅肉。不是鹅肉哦，是不是也难聊天？我饿了，我是没听清楚。肚子饿了吗？肚子饿了吗？来，这个全台湾只有这一窟的话，这个贵贵呢，搞笨呢。不好说。哦。为什么嘛？是真的不便宜啦。不可能便宜啊。这个天就照不便宜。它养成的速度也慢，像一般的龙虎斑，它不大的时候，它比较沙嘎，就是讲它腰贵一点。对啊。可是这种鱼的话，是喵喵吗？就是花花的。啊，要吃哪不吃，要吃哪不吃，啊就会造成它的原来花花的是这个意思，花花的是灰灰啊，喵喵啊，嘿，它是这样的个性，所以它变成它养成的速度也不快。还好有咱们杨姐带路，才有机会一探全台唯一一池珊瑚斑。只是说也奇怪，这珊瑚斑究竟有什么魅力，让杨姐不惜成本也要带进钓场？看到鱼嘞。它里面是只有珊瑚斑而已，这全养的，就是一种鱼而已。哦。谢谢。这已经这么短过了。路漫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。最新最好看的《世界雷电》。珊瑚斑，但看起来就很像一般的石斑啊。它真的不大，真的就是像姐讲的。一般我们石斑有没有品种不一样，你看的花色也要不一样。嘿，啊，它怎么看起来感觉很像啊？它除了下面这边是点点以外，这边上面就是一般石斑的样子。对对对，你看那个龙胆石斑有没有？它的尾巴有没有？它颜色就接近像龙胆这样。有龙胆的花，它这个就没有，这就基本就是虎斑的花草。所以它这个最大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还可以更大，但它大很慢。哦，大很慢。所以它这样子，它一般这个这样应该一年多了。年度才这样子，它size就这样哦，它size好难养，哇，这真的，所以这很珍贵呢，这样一斤多而已，这样都是这个就是够了，这个还是挺棒的，这样子也可以，它太小了，这样子太小，这应该是太小，对，真的太小，这个就不到十，这个太小，太小就往外丢就好了，这个可以吧？哎，那个可以。你要赛时这样大大的都 OK 都可以。哦，它这个这边这个就比较轻，这个大概14，这个也是可以勉强接近，勉强可以，而且会有。它特色就是肚子是点斑点，然后上面是斑点色，我要切一半。这个好，这可以，这两尾的颜色就可以看一下，比较真的棒。花纹一些斑点，然后它的分布的这个切开的这个线条中间也是很明显，这个就真的蛮清楚。对啊，刚好一半。珊瑚斑顾名思义就是山斑和虎斑两种石斑鱼交配而来，虽然养殖不易，却有两种石斑鱼的优势。至于滋味如何，就连杨姐也还没品尝过呢。来，
看不出来哈，在水里面的时候看不出来那么多，一拉起来的话已经很满了，对啊，看起来很平静。这个是已经这样，对，感觉不出来。现在等下吃汤，真的很特别，就是看起来远看你会觉得好像就一般的，一般最一般的石斑，对。但它还有极尾的那个纹路特别。就比较明显，对对对，跟上不一样。之前养殖的量比较多，就是这一次，只有这一次。然后其他的他们有在培育的那个种鱼场，嗯，没有培，还没有起来。哦，还在尝试中啊。这个师傅之前在办公室有一沙塔，哎呀，都不怕鱼吃的。他觉得滴滴滴哇！你们问你们在听说到不知道？有没有来放零食？沙打没沙打哦，好险我没有去，好险我也还没有来。下去就是要他来弄，真下去，好了，他能分。大哥真的很猛，大哥那个手下去啊，竟然没事。我看到花边边了，那个鱼的背啊，也没拉屏东不愧是养殖渔业的大本营，才隔不到几个水池的距离，杨姐又看上了北部少见的特殊鱼种。不管是球球啊、富贵鱼或是蝴蝶鱼，都是它的别名，正式名称叫台拉燕鱼，据说可是南部板豆市才能吃到的大菜。不过今天怎么有杨姐做主，什么都吃得到。怎么样？怎么开始下菜？对，这个问一下中破山，先喝鱼汤。鱼汤啊，鱼汤。喝上鱼汤。为什么？鱼汤呢？找看看啊，看鱼汤在哪里。这个汤吗？没有汤条。没有啊。这个就是鱼汤。这甜点吧？哎呀，这甜点吧。吃看看，这不是凤梨吗？这里面不是凤梨，这红红的。这鱼汤？哎，不是哎，这里面是青菜。咸的，咸的，咸的，吃看看。它这不是果冻吗？直接吃。对对对对，它是那个它的鱼皮。可以先食用。哦，很香哎，我觉得很像我在法国喝过那种冷汤。哦，马赛那。对，但是它因为那个胶质，又很像果冻的口感。哎，它很软，舌头稍微碰它一下就。微糯皮，一点那就是鱼松，鱼腥味都没有。对，真的，因为我刚才在闻的时候，很怕有那个臭车味。因为冷的很容易会有一点那个腥臭味。光三五班煮出来的这个鱼汤冻，那个味道就惊艳。哪一个先？先吃这个。先吃这个。哎呦，吃看看。你为什么会来哟？因为我想说，这看起来味道比较重，对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先下这个。是夏天的味道。夏天的味道。Summer 啊。哎呦哇。我很喜欢那个吴大哥这种，对啊，挑战我们的不同的想象。跟洋葱一起吃吗？对，洋葱。哎，我觉得它肉质很实，扎实，就不是那种咬下去，然后就开始有点散开，没有，就咬下去之后，牙齿张开，它就是很清楚的分开的感觉。那个鱼的味道是躲在后面才出来，对，前面你真的会感受到夏日晚风的感觉，就是清爽。为什么这个看起来调味这么重，你可以弄到，你还吃得出这个鱼的味道，你不会觉得开胃，你不会觉得盖掉这个没有鱼味，它很清爽啊，加些黄米啊，黄米啊，刚才等于开完胃了，也把这个胶质看看，胶质比较重，比石斑鱼的胶质还要再重，哦，一入口那个黏黏的感觉就明显，对。
干嘛？没有，因为皮不见了，脑袋粘住了，化掉了。不是，是因为你一开始会吃到那个胶质鱼皮的感觉。对。然后你打门，你还没有打算要吃那个鱼皮，那个鱼皮就消失了。因为我没有很喜欢鱼皮。对。然后我刚才吃的时候想说，哦，这个鱼皮好厚实哦。然后我正在感觉它的时候，你的毛化掉。对，化掉了。不可思议耶！明明都是石斑，珊瑚斑的口感和滋味就是不同，也难怪再怎么难养都会有人尝试挑战。接下来哪来的、哪来的鲳鱼？这个话是加码来的，加码。它不是黑鲳，也不是白鲳，它是富贵鱼。富贵一般人讲是蝶鱼，蝴蝶的蝶鱼。蝶鱼也有人讲燕鱼。燕鱼啊，燕鱼我听过。燕鱼。那我们这边的在地来说，因为叫伊秋蝶啊，对咱一般家庭来说是属于高级的鱼。那我们今天很幸运，刚好被我们抓到，去吃五斤。这么大哎！你看我的拳头已经是砂锅大了。那像这种规格很难得，很难得。这种规格哦，您今日有福气才吃到，因为疫情哦。疫情近两三年没有宴席哦，这个要带那种比较大的宴席版的，他就会整尾这样上，他今晚爪位啊，爪位啊，爪位啊，你我们吃比较边边是不是油脂会比较多一点？肚子部分，舒服，油脂跟胶质，你看，对越边越多。那这个位置，它的油脂很明显，有没有？胶，它的胶质很重，它的胶质很重，然后越往上，口感又不一样哦。哦，所以一鱼三吃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就是从不同部位开始往上不同的地方。主要是越大越好吃。你看，老板是在地的秋蝶啊，你看我们都挺习惯。哎，现在大概就是秋蝶啊，为什么他搞不懂？对，海边耍的人，这不一样，伊伫海里归吨嘛，伊伫海咧是拿秋蝶啊，海中鱼就拢甲叫做秋蝶啊。好像在水里面的那个叶子这样子，因为它在有的时候上面一小片凸出来，它群居的，它是群居的。不夸张，不同部位的富贵鱼鱼肉，就像在吃不同品种的鱼，也难怪让人百吃不腻。但是在这里却也有一样五十年不变的味道，同样让人念念不忘。炒炒鸡吧，单纯肉，单纯肉而已。都恁家己切的吗？手工的呀，手工哦。大刚透早起来切了。纯手工。好，好，好，来来。没有。你把它出去。哦，没。是大鸡的哦。来啦，这边来啦。来无？嘿。啊，这个靠控制啊。好。跟家里平常在煮菜的，真的还是不太一样。比较像在铲土。跟铲土老婆扛。哎呀，老婆扛，那边扛大了嘞。还有一个美感，我嘛比较懂那一种，是的。哦，是不是不是那种看起来好像很轻？就平常铲子就这样子，家里面像铲的很轻，不是好控制哦。对。哇，超伟大了！它这个世界第一点。大哥，很轻巧，对。我粘一下，就把它转。哇，老贵你啊，老贵你敢？对，你看他们这样炒这种，好像都很轻松。对，小猪的肉，对，看到没有？实际上，那个巧劲。你吃啥子去啊？哎吗？你先吃啊，好吃一点哦，阿哥。这排骨还好面。
好香哦，哇，它 好肥好 Q 哦。对，但是它吃起来不会油腻，完全不会油腻。它那个油可能炸出来，那而且它没有咸味，目前还没有咸味。嗯，它那个胡椒香跟那个，对，它是那种胡椒香跟刚才那个香料的香味。那个、对，那虾子可以吃了。是，他在说他偷拿那个虾子。哦，那我们要偷拿。你们班有吃肉一样。有肉入一层肉，入一层肉，香哦！哎呀，它那个自己炒的哦，这是炸的吧？炒的，炒的，半炒，炸炒啊！炸炒，我越咬后面越甜，香哦！对啊，这个很好吃哦。那第一我先把它吃多了，哇，好好吃哦！哎呀，就胖嘞，而且看到现在啊，看到炒猪肉啊，然后看到这个虾子。我完全不知道他怎么弄在一起。那你汤底泡炸了猪肉啊？哎，买来的。汤底，汤底，没有这样煮。这是煮汤底用。汤底好嘞，是吧？所以看它那个汤清清淡淡的，里面是用什么大骨啊、石目鱼啊，然后还有鱼浆、鱼浆啊，我还有鱼浆，很多种下去。细节啊，我觉得都很多哎。这烟钱嘛是应该你管的吗？哇塞，麻烦。这为什么饭柜上面放香肠？我以为这是另外点小菜，我还以为这是另外一摊呢。真的，然后变成边上的烟枪，好吃啊，试试看，一定好吃啊。它很透哎，他们切的很薄，大概对啊。而且它的那个肥瘦很均匀，像远看不觉得像那个欧洲的那种什么沙拉米的哦，生那个辣，生对生的那个腊肠啊，对，而且真的很薄，香哦，这个这样薄薄的会狂吃，嗯，哎，它不会因为薄没有口感，它肉很扎实，以前传统就会加。前前哦，你不是把辣椒酱酱倒出来？来来，很辣嘞，很辣嘞。哦，这个是有辣的味的。对啊，有点辣椒。小妹妹，给我来个。哦，所以它就辣的是另外用那个。这五天干无咸的啦，感觉超好吃。那管你咸的，那跟我那边。好，那我讲你那边。加点了妹妹，我不会变。哎呀，那看起来就胖嘞。那地广告妹妹对吧？这个雕山龙河酱嘞，真好吃啊。哎呀，爱吃，这边就不爱讲嘞。啊，都光光起来呀，这个香很多嘞。那都就麻烦嘞。好高汤嘞，这个是汤吗？对，这是汤。汤底，汤底。等下，大姐嘞，用那粉浆要下去。到现在啊，都看了猪肉啊，然后看到那个鬼啊，然后吃了虾仁，还有那个香肠，到现在酱汁真的是最麻烦，酱汁最麻烦，当然灵魂啊，酱汁。江河之江骨，公婆，公，公婆啦，我都记得。江河之江骨啦，公婆啦，我记得。哇，全部都先放上去啊！切是这样切哦，你看切有点像是这样切下来，然后用剥开的，最后才会把它折在一起，就是还会再去让那个味道一直吸进去。慢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《世界雷电》。现在啊，都看了猪肉啊，然后看到那个鬼啊，然后吃了虾仁，还有那个香肠，到现在酱汁真的是最麻烦，酱汁最麻烦，当然灵魂啊，酱汁。
江湖一点关。公婆，公公婆啦。哦，再继续。江湖公婆啦，公婆啦。我继续。如果没吃过霸贵的人一定觉得不飒飒，有虾有肉有香肠，这些跟贵到底有什么关系？而且没想到连酱汁跟汤头都是开卖前才制作出来。先吃它单纯还没加任何酱啊，味道，味道，对对对。哦，嗯，几乎没有味道。对，但它有米香。对，后面有回来一点点米香。它这个米香其实就是你好像很单纯啊，就是米香，还有口感，口感跟蛙桂蛮接近的，嗯，它也不会很 Q， 嗯，但又不是那种软烂。那它还是带一个 Q 度 ，Q 度，对。终于看到它合体的样子，看到叶家霸贵本人，对。网络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《世界雷电》。终于看到它合体的样子，看到叶家霸贵本人，对，整组吃，我知道，我正要，哇哇，它不是糊在一起，它层次感很明显，对啊，而且我觉得像那个那个猪肉啊，它原本比较肥一点，它原本就有点韧的那个口感，接下来你就会咬到虾子，那虾子又脆，然后接下来是香肠的香。然后最后和那个贵的口感合在一起，酱汁把全部的东西加在一起，它不是一个拼盘的概念，它不是把什么东西都加在一起，它是混在，它是融合成一个味道。重点是它很清爽啊，它很清爽，应该会觉得很油。对，刚才在看，完全不会。然后它盐什么，就吃起来都很清淡。哦，好好吃，就夏天冬天吃都好好吃。真的，我觉得这个，我觉得难怪在屏东大家会吃这个，因为这个就是真的，就算天气热，嗯，然后现在这个也热热的，可以吃在嘴巴里面会蛮清爽。
清爽的桂融合了配料的浓郁香气，汤头也是口感浓郁却味道清爽，整碗霸桂就在浓郁和清爽之间找到了平衡点，也难怪能热卖50年，更让我们的旅程画下完美的句点。